下去抓，对，开始抓，来抓这个。来抓鱼，抓不到不用钱。抓不到不用钱了、啊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才抓一个小时，你抓半只。蛮难受的，因为它都是偷毛那个。这里有鱼啊，这有什么鱼啊？小鲫鱼、小鲤鱼，什么鱼都有，都是。但是这两天的那个鱼都是偷毛的，偷毛偷的嘞。咦，那上一个你把羊肉给了你这样子啊？哎，你那条猪肉我不行呀。他一直我不行啊，那两只鱼呢？那再绑一条线，让它活下去抓了。儿子下去抓了。嗯。假装要打他，那就下去了。去抓，罢工。哎，抓到一只了，那只小只了，你看在那个。在那好吃的，你野外又出去了，你闻到闻到来走一走。把它抓出来。哭了。拼命的。他可能一个年就是要哭得看出来呢，他那哭着说到哪也哭不掉鱼。鱼就这样放进去了。这样子。嗯，抓到了。哎，拿一个给钱。抓到一只了。拿，哎，看那，又是一个大鱼的。又抓到了，又抓到一只。抓到两只了，一只十块钱。来来来，好可怜，吃不饭。我的食物不是你的食物哎。一把弄出来。OK。你把那个拍起来，你的鱼忘记了。